你们是真第六啊，兄弟们！上期视频直接给我秒了，好好好，过年等着加餐吧，你们。话说兔年皮肤不是爆料了吗？不过还没有上线呢，有粉丝私信我问问能不能测评一手。OK OK， 必须安排。过年了，小王是真的大方一波呀，这个体验卡。首先咱们按照海报来啊，男左女右，咱们从右边开始。第一个是咱们李师啊，马可老师，讲实话，当时发了体验卡，我一眼看上你吧。就真的这发型相差的有点大吧。来看一下特效啊，普攻是这样的，一能就是连贯起来，整体的这个子弹还是比较细的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轻一点的感觉。二技能挺普通的吧，有一种绿色闪现的感觉，大招这个特效做的还可以，这就是挺像的。不过这个打击音效我不是很认可，太普通了。来哥们儿给你配一个。下一个是小乔啊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女角色，男角色的建模感觉都差不多，反正懂的都懂啊。来看一下局内特效啊，先是平 A 啊，这不就是小飞镖吗？怎么女侠风是吧？然后再看一下一技能啊，这是丢出来一个水晶，然后这边是他的那个灵兽转着跑，灵感是不错的。然后可能是心理作用吧，感觉他这个二技能比平时的小乔要大一点。大招的话，普通中又暗藏了玄机啊，怎么说这个弹的不错。第三个是压轴啊，李师傅，讲实话这个是真的帅，形态是冰火两种。来看特效，这个是普通的人性的，没什么可看的，升完级马上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啊。二技能从之前的光刃变成了一个包裹火焰的飞镖啊，一技能中规中矩，被动好评啊，打击感是不错的。大招的话，李信后面会出现一个灵兽，然后吼出三道火焰。暗信的话，技能都是一种冰属性的感觉。如果是转换成光信的话，那个灵兽就会变成红的。接下来是东方耀啊，这个雷元素还是比较帅的，还有身后这个灵兽。不过为啥不能转灵兽？他这个一二技能都是比较偏轻的呀，而且这个蓝色的雷元素比较闪，有点像牛魔的那种。这个被动和大招我还是挺喜欢，不过大家晚上玩的话一定要开灯啊。还有一个瑶啊，他这个好像跟马可是一对的呀，情侣装啊，技能都是青蓝偏绿的感觉，知道为什么？你去问问云中君。技能啥的感觉挺普通的呀，因为平时我也不会玩瑶，玩辅助的话也是猛男牛魔张飞好吧。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这个回城啊，我以为他跟马可一样是没有回城特效的，确实是没有啊，但是你回城的时候这个瑶会往回看的，不管你在哪个方向他都会转回来。你看，你看你妈呢？相信大家在看皮肤名字的时候，都发现了前面有山海二字。没错，这几个年限皮肤都是跟山海经相结合的呀。就像这个药的神兽，就是来自山海经海内北经里的周武啊。周武是神话传说中的人兽啊，个体如老虎一般，身上有五彩斑斓的花纹，尾巴比身子还长。这是什么玩意？我特意去度娘那里搜了一下，这么一看的话，还是挺可爱的。而且在山海经里，周武还是以速度而出名，可以日行千里啊，怪不得这个药跑这么快。